时间45分钟。好，谢谢主席康议长，我们市长跟我们陈启市长所率领的所有副市长、秘书长、我们局处所长、主管的行政团队，以及市民乡亲啊、电视机朋友啊、这前面的这朋友们哈、新闻界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很高兴哈、半年一次的总执行啊、正式开始啊，周中站第一个。特别的更高兴，为什么？因为其实总执行哦，不是只有在骂人家了哈，不是在指责人家，在责备人家，最重要的是在争取地方建设。而我的重点都是会放在争取地方建设，啊，所以希望我们各位所长啊，多多指教我提出来的执行内容啊，拜托多多支持，希望能为高雄带来更好的建设，为地方带来更好的发展哈，谢谢。第一个，在还没开始之前，我就讲，我们为民服务不管你市长的行政工作也好，或是我们民意代表的监督工作也好，都是要为民众好的哈。所以应该抱持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百姓喜欢的、期待的，我们就应该好好的重视；百姓所厌恶的、所讨厌的，我们大家都尽量不要，就尽量避免做那些。过难玩的代志哈，所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了哈。永远与民众在一起，不管哪一党，不管哪一派，不管什么角色，市民的小事情永远是我们政府的大事情。就像市长讲的，市民的小代志就是按百姓的大代志。我想最近哦，这种的有一些招经哈，有一些招经啊，等一下再讲哦。那些像税政啊，这地价税哦，这些什么。房屋税未来的哈，这些真的苛政猛于虎，而在苛税更凶于暴啊！未来再谈，我们先谈论这些重要的建设事件哈。第一个，我讲南市区在右昌有一个慈爱大楼，我们市长以前也担任过社会局长，你所管辖的我们慈爱大楼。也就是以前的平民住宅，不是贫穷的贫，是一般平常百姓的啊、这些大楼啊，因为它的楼层哈，这个楼数年龄实在有过久了哈、我就建议办公办的都更，来真正确实改善翻转他们的生活品质跟环境啊、请看图片啊、市长，你看民意反映哦，他们一再陈请。法令跟政策，我现在小英政府已经在推动。都更啊，他最重要的，他最在乎的，就今年底要看到，这月底要看到中央政府会可能搬出更多的利多的政策了哈。所以这些都是符合趋势潮流，生活品质，嚯、真的市长你没看到，真正有够可怜。嘿，盖这吼，干那十平一户，十平一户哦。最低的六品，中间的八品，六到十品的真的生活品质堪忧，有待提升。市容景观那四十几栋啊，那个是在民国60、70年代就完工的这些平民住宅，真的市容景观都老旧了，年龄也都太偏高了，生命财产都有待来确保跟改善，行政效率有待提升啊。啊，看这个图片，你看这个慈爱大楼、慈爱大楼这些。啊，这个水塔，这个水塔就是供应这边240户的这些自来水的一个水塔。当然，这个水塔老旧，不像我们林雅区的那些自来水公园那个水塔那么漂亮啊。啊，这个可怜都没有人照顾它。来，再看一下，这些都是6坪到10坪的，最多的顶多10坪。来，再看，这个都是。梁柱都已经那些钢梁筋裂哦，水泥都剥落。再看下一张，这些都一样老旧。哦，我在讲在上个礼拜哈，我们公务小组有去会勘了。我想都发局局长也知道了哈，所以我在这里跟市长具体建议哈，你就重视，然后成立一个推动小组。也希望你实际的去现场来亲自访问、参访一下。我关心一下，啊，都发局就是办理这些都更的说明会，然后做好这些说明，因为
说实在，都跟在推动很不容易，因为要住户同意，要四分之三啊，七成半以上的同意，真的不容易。240户，我想就应该要超到190户以上了、哦、所以这些张主席啊、张里长也有亲自出面，那一天就讲他很不容易去盖章，为了处理他们的环境，他盖了190几个章。所以如果要互相配合，我想是很有成功的希望。只不过是要请都发局说明都更之后的优点好处在哪边，让这些利多释放出来，包括提高容积率等等的，对他们有帮助。我想那个意愿就很高，然后就请社会局办理一个意愿调查，哦，啊，公务局跟地震局办理协助相关的行政事宜。再请市长回应一下，看这个我们南子区右昌慈爱大楼，哦，要办这些都更的案，请市长表达意见一下哈，市长。请市长现在回答吗？对，哎，谢谢。诶，多谢局长，啊，多谢周议员吼。诶，有关于我们右昌慈爱大楼这个部分，我会请都发局先去进行了解。那我们大概就是说，有关于在当地的住户，因这个意愿吼，大概人的意愿，因为因若有所有权，这一定是要尊重因吼。啊，我个人是诶赞成这个公办都更的吼。啊，我个人也认为说，诶，所有比较弱势的这样类似社会住宅的部分，是不应该这么破旧。那我觉得，如果透过都更的方式，哦啊，一旦公来做一个较好的经历，啊，不管是对咱有穷地区，对现阶段的住在那里的所有的朋友，这个都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社会局啊，包括我们的都发局。我们跨局处必须来讨论合作，那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来做一个好的规划。谢谢，谢谢市长的回应。我想市长拜托你组一个专案小组来推动，然后实际你跟安排时间来了解关心那边的，我想对你对地方都有相当的帮助。谢谢市长的回应，拜托相关局处好好重视，来做好。我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利多要释放出来，这样跟他们公开说明之后，让百姓才能够真正的有那个意愿调查才会准。你别讲啊，无说明啊啊啊，无无讲个清楚啊，不要敢公共 MV 啊，不要不到时候就答应，结果这中央的或是什么推动不行，政策又不一样，到时候失信移民都很麻烦。所以应该了解哦，跟他们说明讲清楚有什么什么好处。中央有什么什么利多，包括无息贷款或是什么优惠他们的，我想意愿就高了。而且市长这个面积过大，不像那些我们博爱大楼，博爱大楼是 BOT 的，那其他的他们民办的，但是这个如果能够公办，因为我们政府有差不多7户几户，至少还有，而且有其他的空余的这些这个所谓的法定空地，200-300坪在那边，我想如果参与之后盖的大楼楼层高了之后，可以做其他社会住宅，不只改善他们的这些平民住宅而已，甚至可以多出来的空间，譬如可以盖500间、哦、我们在200多户出来的时候，我们500户和700户之后，有好几百户都可以做社会住宅，申请中央专案补助。市长，外公这真的真好了的哈。这个真的中央有这个政策，包括总统最怕的就是我们地方热，然后中央冷，你没有用、哦、所以如果上下一起来，我想这个案成立之后，对我们所有的整个都是可以讲说三赢了哈，地方赢，政府赢，然后这些百姓的赢，我想大家都很高兴哈。谢谢。第二个，这个也是很好的、哦、很好的一个料，建成计划。市长，我真的佩服你，你为什么民调那么高？虽然我们不同党派，但是你做了好的，我都马上给你肯定额了。哦，建成有办了一个建成的那一些大戏哦，那个戏剧，哦，大家外欢喜的，包括我嘛偷偷去看呢。讲实际，我是偷偷去看，看人偌济安尼，哦，真正人山人海。啊，但是真可惜，第二天风雨啊，没有办法。所以市长也在市政会讲啊，希望有机会再补办啊，因为很多那些网友和民众跟市长这个市长信箱啊，什么什么网路啊，你的那些什么一定给你塞爆的，跟你建议哦、啊。
啊，但是唔知安那拖吼，我感觉真可惜。当然讲的很容易啦，做的不容易。但是市长，我想既然有民众这么讲哈，啊，这个就很重要。连戏剧，大型的戏剧大家都那么喜欢的，如果把这个建成计划做好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哎，那有什么帮助哈？就能够维护古迹之外，又可以振兴观光。因为说实在的哦，高雄观光当然现在蛮不错的，不过但是还有很多进步成长的空间呢哈。所以我想在左营旧城的这个建城计划，一定要丰富它的内涵跟要素。真的一定要内涵，不是只有一个城盖起来，哦，这个把城恢复之后啊，那个不搞，绝对不搞哈。民众的心声来讲，不断陈情还有反映。就观光发展哦，真正真大的加分好个哈！就文化资产，哎，具有保护的哦，不管有形的、无形的，都会有很大的这效益。地方发展哦，真的会造福很多，提升很大。就地方艺术水准来讲，在日常生活的普及或是古典精致的这些升华哈，这些都有提升的这个大大的提升的效用。在行政绩效，这个要加强啊！公署这个怎样好好啊提管个彰显，不过说实在，这个就不容易哈。所以请市长要重视，而且全力督导，并且争取中央专案补助。请文化局增加它相关工程，包括第一个城墙一定要修复，第二个楼层，这个其实城墙以前还有一个城楼，那个楼。尽量那些什么文史公社所都建议，拜托把它恢复恢复。然后北门大街古街，哦，大道这个一定要恢复。啊，不你跟他去一个城，这个外虚有其表，这个中内部空空的不好。还有古老的那些旧庙，哦，旧庙是真的很精彩的。高雄市寺庙最多的就是在我们莲池潭周边，哦，不止。现在哦，包括以前都是哦，从清朝以前的哈，包到日据时代哦，很多那些老庙，很多老庙哦，还有那些古墓，南家的古墓，这应该都要做好它的维护哈，保护跟这个解说，还有最重要的，以后要盖一个 information center 就是好像我们去国际外面哈，国际旅游都有旅客服务解说中心。一个简报室，一个简报室，这个一定要做，做一个旅客服务中心的，还有那个正阳特工队他特殊的壕沟，这个都要保护，这个很不简单。我们以前都知道日本哦，看到那些虎那个哦，这个日本去攻击哦，去偷袭珍珠港哦，有知道的，我们那个他们的只有神风特工队哦，在空军来讲，那自杀队叫做神风特工队，但是他们海军来讲有一个叫做正阳特工队。就是那快艇，用那个小艇、快艇绑那个炸弹，全部又好像水雷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鱼雷一样去炸那一些其他的美军或是其他敌对的那些大军大舰哦，那个海洋的这些哦设施的这个重要的那一些哦很厉害的哦，还有那些龟在龟的尾巴哈，啊，它有那些防空洞哦，它有的是。当然是民国初年来的了哈，在保存起来，这都要保存的。还有大小龟山哦，大龟山跟小龟山之间，我们左营人哦，遮营古伯乐的前辈，真物质的哈，佮讲，因为左营的胜利路开通之后，龟的头部叫小龟山跟大龟山，这个龟山地理条件、地理风水就被破坏了，所以他们都一直很期待。大小龟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啊！我想讲啊，干要怎么连接？你给它做天桥，叫做歹看，干脆做一个比较景观好的，叫天空步道、天空之桥，那个接不开，免开偌济，你也想一下哈。还有平山书院，就是现在凤山凤仪书院的前身，叫做平山书院等等，里面重要的古迹都要做一个古迹的遗址解说牌，人甚至把它现代化，就用 QR code。做解说，只要照下去，用那一些电子资讯就可以都得到很详细的说明，不一定要解说员来解说哈。当然还有解说员更好，但是可以大量的用 QR code， 社会现在高科技的这些产品来处理哈。在文化局一定要重视旧城国小里面
崇圣祠的祭祀牌位证明，跟他的碑文碑史的这保护工作，各天要看一个怎样哈，请相关局处委协助处理相关的行政事务。来看图片，市长，这个是遮阳古城国考的草地哦，那这边有一个崇圣祠，是市定古迹，旧城国小里面的，这个是孔庙的前身哈，崇圣祠。再下一张，这些崇圣祠后面有那个碑文，石碑总共有十块，但是都没有好好处理。你要看这个呢，用那些比停车棚还小的这些棚架安尼遮着，都是日晒雨淋。你要看这日头照了，这全部都照着。久了之后，就是日照风化等等的，这些都是受到不良的。你要看，安静这三代、五代、三五代看不出来，但是你几十代、几百代了后，可是很可惜了，不像人家台南那个古都保持得很好。哦，可以看一看哈，再下一张，哦，这些也是一样。崇圣祠，其实崇圣祠是在祭祀，不是孔子的，是孔子祖先的这些地方哈，哦。所以那些里面的牌位都不对，都应该好好的。如果不正确，就应该改了哈，哦。再来，下一张，哦，这些你看，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不是这样，应该崇圣祠不只是这样，是他祖先的，所以不只是孔子先师的哈，哦。来，再一个。哦，这一级古迹镇湖社，镇湖社，其实镇湖社的旁边这边就是这些是有一个市场，哦，市场，哦，有一个市场起亭，哦，在后面。那其实在镇湖社的前面叫做现在叫做镇湖庙嘛，哦，其实这个不是一级古迹，这是土地公庙，就是城墙哦那些旧城之外的这个镇湖社哈，哦，叫土地公庙。哎，准侬比亚陶器那边有一个杯子头市场，很多日据时代在清朝那边有一个叫做万丹港，有一个码头，就到现在我们镇湖庙的前面有一个码头停靠站，把货物运输下来，就到杯子，到这个比亚陶器要来这边这些销售，所以这边很热闹。哦啊，这个很慢，再下一张哦，这个你看古迹，我们城墙受到那些。莫拉克台风哈，本来不是莫拉克，是莫兰底的哈。莫兰底台风侵袭之后，这个造成这就崩塌了，哦，毁掉，真的很可惜。哦，啊，这有的人就讲啊，因为这些毁掉，所以没有办法做建成大事。我感觉这真好，这边离我们那些这个我们东门这凤仪门还是有三五百公尺，那个不是理由，说这个很难看。啊，那个棚架把那个什么细棚把它遮起来就好了，所以那个都不是理由。哦，我讲不应该以那个推脱，这破坏市长的美意。啊，经费比较多，人员人力比较大，这我赞成。啊，所以这个什么空间不好，什么景观不佳，我想那个都不是理由。平安路也当炸开哈，哦，来再下一个。那拱辰门，这是北门，叫做拱辰门，很漂亮。你看这两个门神在这边挡着，哦，这个正坐着。哦，这个镇湖庙就是在这镇湖社就在这里哈。哦啊，在拱辰井，在胜利路上面有一个拱辰井，这一起古迹，但是现在都很可惜，都不见了，没眼睛会有了哈。再来，北门之后，这东门叫凤仪门，好啊，在这南门，启文门，来下一个，这都很漂亮的哈。再下一个，启文门、南门，啊，再下一个，下一个，文化局长，我请教你哈，西门叫做什么门？刚刚我们东西东南北都有了，西门，请文化局长，请局长回答。啊，局长，这个西门是什么门？你知道吗？回应议员，它叫电海门。啊，电海门不错的，这样你这还有啊，请坐哈。这电海门哈，其实电海门就是面朝着这些台湾海峡的，它镇海哈，电海就是把海这个安定起来，安定着整个海疆海域。哦，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很可惜。台风一来了，哦，这些梅西台风，这个什么什么台风来了，这梅西台风，这全部又搞坏掉了。这应该好好的把这些城门、城墙全部都恢复起来，城楼。好，这我的建议哈，再看那一张，啊，哦，恢复在大小龟山，这些大龟山在这里，这个小龟山，这莲池潭，啊，我想这就是胜利路，啊，要怎么把它连接起来？这个停车场。
停车场旅客从这边，如果我们有步道好的天空步道、天空之桥，把它引导过去这边，不用走这些胜利路，在这边大家交通阻碍，而且这个很好，不用花很多啊、哦，这个啊，这个停车场之后就引导很好的步道设施，把它引过来这边啊、哦，这个临时谈判，我想这个都是可以考虑的了哈、哦。再下，啊、哦，这市长。啊！你感觉我跟你讲，安尼建成计划里面的内容要充实，不要只有真的建成看到跟他城起起开尔。因为城里面的，哦，城之外这样上面有楼，然后城的旁边有护城河，这河也把它建，也把它重新建好，等等的里面古庙、古寺、古墓，哦，那些好的这些设施哦，古迹都在把它留着。啊 ，QR code 建立好之后，一个游客是这个服务中心等等的这些设施都要充实。安尼，不会啊，做了后，旅客唔该的话，不要说只有国际观光客，我们国内的也都会来。哎、欸，无讲，这遮阳古城已经无像英国城，这真的好的城。哦，市长你回应一下哈、哦。请市长回答。哎，多谢议长啊，多谢周议员啊。首先，甲周议员报告哈。哦就是讲建成这个历史剧、历史诶，咱的祖先建成这个故事、这个歌戏，吼、哦、啊，真可惜，天公不作美，所以两天拢落雨吼。啊，我有要求文化局，我感觉有足侪咱的乡亲，虽然公视有现场直播、录影转播，不过安尼还是无够。啊，所以讲我有要求，讲文化局是毋是搁再一次？建成这个规个迄个歌戏，吼、哦、啊，是毋是会当阁表演一遍？啊，上好卖伫迄个暑假，啊，暑假热天这个所在，比作较容易落雨风台吼，安、哦、尼影响足可惜。那我请整个文化局这个部分，一定这个部分尽速吼，能够让建成这个歌戏，啊，吼咱所有乡亲会当来欣赏。啊，第二吼，足感谢周议员关心咱的建城的计划。详细我稍等请史哲副市长，吼、哦，伊规个甲文化部，啊，我所了解文化部要用八档的规个计划时间用20亿，对咱建城这是一个有足庞大这个计划。啊，这个计划伫进行中，是毋是请史哲副市长简单的讲一下？等一下，我会给副总。好，谢谢。好，谢谢市长。我想，好的。我们都一定要把它充实好，真的能够振兴我们的观光产业。我就拜托市长跟副市长好好的努力，因为其他的重大事情我等一下就总结再给这个市长副市长再说明。第三个重大的案件就要根治淹水，要改善交通，新台十四线一定要做，这些重大的交通不止交通工程，而且可以解决我们多年的这些淹水积水的老毛病哈。第一个就民意反映都一直在反映啊，建议区域排水有很大的这些解决的效果。行政诚信既然开出来了，市长既然有在选举的时候都已经十年前都提出来，啊，希望真的早日兑现了。交通通畅都有帮助，生命财产没有淹水的，没有积水的。百姓都很高兴，都 很安全，就行政效率有待提升哈。所以请市长继续争取协调，啊，公务局也拜托哈协调国防部赶快同意，啊，公务局要一定好好保留规划德民路的右昌地区的这些交通的这些通道哈。再来水利局就一并的哈好好的赶快参与卡进去。沿中港地区的中和黑桥排水沟，右昌地区的金区西区排水沟，左营金孝路的不管是实践路、海公路还是适应大道的这些截流沟，全部都把它一并的考虑这个争取进去哈。公务局、交通局做好左营地下道还有这些高架桥拆除准备的事宜，因为你这个道路没有开辟，我就评估什么左营国贸社区的那些天桥地下道没有办法，高架桥都没有办法拆，因为交通太混乱。所以如果这个新台七线能够全部通，这个交通，而且交通局的 BRT 我们
公车捷运的第一条中华路就可以真正的去施作了。哦，所以再看图片。哦，这是新台十七线预计的道路哈，在左营、中正、金区这些。哦，再来下一个，下一张图片。哦，这些都是哈。啊，再来。市长，你看这个图片哦，还有这个局长。我们德中路就是西滨公路，大学58街、26街一带，淹水淹到怕了，连中央的经济部水利署跟我们高雄市政府的水利局都立一个淹水的警戒标记。哦，这我都第一遍看到，惊死啊！再你看，如果到一米红线的哦，它如果50公分以上就开始红了，到一米。啊，因为最高曾经淹到一楼层高了哈，2-3公尺，所以他就讲人的高度，哦，这个如果水淹到什么程度就警戒，在这个很少见到的哈，所以市长按这个新台十七线啊，走了后对排水真正有真大的帮助，哦，市长，包括阮前站古啊，那高雄地区农会理事长都一直在地方人士代表都呈请建议哈，我想请市长回应一下哈。请市长回答。真多谢哈，多谢议员，多谢周议员哈。新台十七线的部分哈，啊，我想北段的部分啊，已经这个部分已经协调好了哈。北段的部分，它的经费大概是9亿3000多万，哈，啊，这个部分内政部营建署这个部分已经同意，大概在108年会完成。啊，另外南段的部分，南段的部分大多数拢是军方的土地啦，吼。啊，这个部分也需要再跟军方国防部的高层，那我们现在还在积极沟通中。啊，在如果沟通还会通，吼，安尼才有可能。我这个经费是非常庞大，需要军方在这个部分能够拨用提供。安尼，这个因为这土地甲经费的这金额太大，所以我们现在在跟国防部在沟通中。啊，至于我想刚刚周议员提到，就是黑桥排水的改善工程这个部分，诶，一样在108年会完工。哦，这个部分跟周议员说明。好，谢谢市长。我想不只是黑桥，就右昌地区哦，那个因为经过那个路啊。一样有金区的排水沟，就是西区排水沟，希望市长一并的跟中央考虑这个争取一并的进入补助跟施作，包括金孝路，我想右昌哈，哦，那个金孝路109巷和光这109巷经常淹水，哎，真的加麻烦哦，市长第一淹水的最不正常、最窝囊、最可怜的就是在那个蔚蓝海岸大楼那边。所以市长一定要好好的一并争取，包括金孝路中上游的海光路啦，哦，这些时间路跟中海路，哦，我们这所谓现在的适应大道，一并的全部施作，哦，这下去不止交通可以解决，连积水淹水都可以改善哈，哦，跟彻底的根本治疗，请市长好好重视，啊，这较重要了哈，哦，不只是交通而已，还有排水的，哦，黑桥排水过来，下一张啊，哦，这些右昌路、金孝路的。好，再来，市长，我讲一下，我来甲你，你做了遐久啊，哈，你做市长，按高雄市做第10冬啊嘛，哈，10年应该是人家讲树木啊，我讲应该有成了。啊，我想吼，按不掉这边的中积损，可能是你我，也有可能啦，哈，我是可能是预测哈，最后一次总执行也不一定哈。市长，不是我给你讲的是，因为你高升了，还有2年，高升还两，我知道2年4次啊哈，啊，我想我真期待，因为我头下给你念的吼，给你建议的吼，第一个，不管是建成左营旧城的建成计划，哦，还有新台十七线，你讲的嘛拢真多，还有我们在这右昌慈爱大楼的这些事办公办都跟，包括现在我就要给你建议的。我若看到台北市吼，拢真阴森。他们的捷运吼，几乎每一年吼，都是在那边完工一条呢，一两年就完工通车一条。啊，看的真的是既羡慕啊，然后又嫉妒。啊，当然俺是羡慕啦吼，嫉妒无路用嘛。你感觉万坛底啊，轿车咪拢无好？
我们自己珍惜一点。啊，你若有幸吼，去做行政院长吼，我讲真个，这条我个拜托，真正个行下来，为了提高运量跟转亏为盈哦，一定要全力争取，叫做一环两连接的捷运路网，按高雄市优先路网工程呢处理。现在谢长廷市长他高升行政荣升行政院长，对高雄市做了一个重大的，就是铁路地下化。虽然他左营计划跟我们凤山计划没有做，因为经费的问题，这叫高雄市的铁路地下化做一件。啊，我也期待你，如果陈菊市长有荣幸有机会接掌我们行政院长，拜托不要忘记这条叫做捷运高雄捷运的路网优先路网，一定要把它核定下去。因为我们今年九月二号、哦、已经呈报、哦、这个行政院、啊哦、交通部了，去要去核定了。所以我想就民众心声来讲，安静正港的捷运、哦、地下铁只有红旗两线运量有够差，我资金厂在搭的哦，都赶快这路网应该要扩展延伸，应该要绵密一点，就搭乘转乘来讲、哦、都比较方便，交通运能都有提升，行政公平会带帮，会当按高雄袂当这样加闹鬼，平衡地方建设嘛，南北建设，生命财产会帮徛，我都不要帮三尾吼、哦，那些发生的事故啊，这些C那些什么排烟哦，那些油烟哇，都可以保命长寿，可以减少污染。就财产、生命来讲，有确保营运、哦、高雄捷运这可以提高运量，减少这些亏损哦，对这百姓都很好。就财政，高雄市政府哈、哦、帮忙的那些收的那些高雄捷运的那些机器、那些设备170亿，减轻他的负担，那些利息压力，不然早就高雄捷运就倒闭了啦，早就关掉了哦。所以是拜托市长全力争取中央早日定案，定案来补助。请捷运局就争取交通部哈、哦、好好的审查啊，早日审查，然后市政府，我来讲，讲市长靠驾驶，请市长、市政府继续坚定的，啊，你嘛你该去规划定位，办公一当两当都一条，至少我一届，嚯、哦，市长你当了十年的市长，啊，正港的捷运第三条都生不出来，我感觉嘛是真可惜了哈、哦，市长。应该给俺高雄市定一个计划，啊，四档五档哦，啊来规划一条啊，起一条安尼吼，啊，你办公想要，因为自己本身衡量自己的财力嘛。啊，我想这个，请市长回应一下。请市长回答。多谢局长，多谢邱议员吼，假设性的问题，回这都唔免啦吼。啊，第二我甲迄个周议员说明吼，今天下午。国花会要讨论，我们高雄捷运冈山火车站综合规划，今天下午一定要让它通过。还有捷运延伸到鹿竹的可行性评估，啊，我嘛概万谈，哦，就是讲台北市、新北市十八年来捷运一年一条，十八条，高雄市上迄个鹿，捷运延伸到鹿竹，哦，加大。上十五遍、十六遍，各大吼拢要被确定。所以今天下午大概，我会跟许立明副市长、捷运局局长出席国花会的最后今天的这一场会议。这样你要亲自出席吗？当然啦、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啊，就是讲甲周议员说明，对于捷运的延伸。哦，七百公里捷运诶，规个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都在努力争取。我们希望那个新的政府能够重视南北的平衡跟公平。我感觉这真要紧。啊不，我想我们这个部分哦，对我们的南部是非常不公平。那今天下午的结论，那我们如果今天下午能够争取到，那我们会立即重大发布新闻。嘿、哦，谢谢。好，谢谢市长哈。虽然是假设性的，你不便答也不用答，但是我是期待性的吼，我真期待。我们生气不如争气啊！十八当人十八条，按上一个按十五遍啊，无法多通一个成功吼。我看吼，我真期待讲你真正会当实现讲，那做院长啊，个这案唔忙袂记一下吼。市长，我要跟你讲，真的对高雄大大的帮忙，就是市区。
我们一环两连结的捷运优先入网，真的不只是冈山北冈山的什么道路主延伸的，嘿，讲十五栋啊吼，嘿，其实中和安嘛是应该安排是要搁较好的起来，哦，真正能够挽救提高高雄捷运的，就是转亏为盈的契机，就是在好的路网，不然你到那边的，说实在的有限啊，到那个往北的，我并不是不反对，但是那些真的期待、希望不很价值不是很高，真正的好料是在这里了哈。再下一个，好，下一个哈，再改善财政，然后促进发展。我拜托市政府一定要坚持用整体开发、阶段征收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国一中山高仁武跟左营两侧排水跟匝道新建工程的这些开发案，民意都一直建议用整体开发的，哦，一定要用阶段征收，不是用征收补偿的，哦，他们都抗议。交通环境来讲都能够改善，真的寸步难行。高雄是最大的交通死结，庸塞地区就是在大中顶新系统，这个如果能够用整体开发，这个真的功德无量。紧个减，政府免啥开钱，几乎都零花费，然后地方的百姓又真的很赞成的，地方发展都很舒服。行政程序，既然安烟鬼市长你在选这个县市合并的时候要无缝接轨，其中就是这个一个案，就是这个案。但是很可惜哦，那时候中央政府都太保守，都真正应该支持的不支持，啊，拢唔知个支持地对，我感觉无可以讲换人做啦吼。有一些真的也不是说故意在事后放马后炮，真的一定要跟百姓站在一起。我再三的提醒市长，你能够执政，你能够这个服务百姓，就是因为百姓支持你，所以你也应该照顾百姓。地方财政来讲，你用个征收开辟，大家交车咩啊？而且政府个个开足些钱，真的浪费浪费哦，不需要。在地方发展能够整体开发很快，而且很完整，排水也好，交通也好，都彻底的解决改善。就请市长继续坚持用整体开发、阶段征收的来办理相关周边中山高、仁武跟左营两侧的这些我们九湾陂志宏祠跟我们八德二路的匝道交通的这些高速公路这些交通改善。我想请相关单位，都发局、地震局还有这些公务局做好相关的这些说明，争取中央那些委员的，他们不了解，都是以北方的角度看南方的，真的落差很大，很可惜，哦啊，所以希望如果市长继续担任市长也好，或是有担任行政院长也好，我想就请相关单位好好的来处理，哦，市长你简单回应一下。请市长回答。谢谢。基本上谢谢周议员，我基本上是认同讲，伫人物这个部分扩大征收，吼啊整体来开发，吼啊这个部分创造三赢，我同意。不过因为内政部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我想我会要求市政府的团队，吼未来在那个我会请徐副市长。啊，包括我们的都市发展局相关的基础，那我们再跟内政部沟通。哦，在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我希望中央能够用更开阔啊，了解一个城市的规划，了解我们城市的困难啊，包括市民的声音意见啊，我们能够再沟通，好不好？好。伊基本上头话是讲大伯公，因都不同意啦。这个上一次，现在应该有。我记得那个周议员的咨询过，我冇表达讲足可惜中央。不过我们也不放弃，我们愿愿意阁继续跟因来沟通，吼啊，这个部分看会当来给清楚，多谢。好，谢谢市长，我想继续努力都没有问题的，因为其实来专我们有办公听会。那些学者专家，哦，他全部都支持，并不是我们特别请的。那全部不管是以前从中央内政部那些，或是这些什么的这些官员，都是一样。学者专家，我讲都是就公益性，就我们的这些必要性，就其他的一致性意见一致性，
没有人说有杂音，我违分这两排违战争精修的，违战争什么疆界开发的，我那就麻烦了。声音都一致，所以我想只要做好沟通说明，交通局好好争取运联所交通部的国公局的支持，然后水利局就争取我们这些经济部水利署的帮忙，我想都应该有部分已经突破了。他们只要有这些公益性、必要性，还有一致性跟整个哦这些哦不可避免的这些这个什么方式哈、哦，不只是改善财政啊，你敢讲改善财政或是怎样，他一定有意见的、啊、哈、哦。所以拉里拉扎讲那么多，当然下一个就中山高中的那些哦，中山高中的这些学生活动中心啊哈、哦，这均衡发展。缩短差距哈，我想公平起见，就请相关单位来处理。而且较重要，我讲其他的了哈，其他建设的，哦，在最后再给我们，哦，这个副市长来就建成计划这个作为一个说明哈。那其他的，再下一个其他，市长，我想我们跟日本关系应该都不错，但是我讲过了哈。我们执政的中央执政团队既然提出无核家园，哎，无核家园呢？这外好诶，连核电都叫不发电了，啊，竟然讲咩？吼、哦，开放那些什么核灾地区的食品，我想不一定日本啊，不止日本而已，有核灾污染的地区的食品，我们都不欢迎到高雄市。啊，你也当表达你的意见者，简单说，真的，我们不欢迎日本那么多好产品，何必从核灾？欸、谢谢周议员，这个我一再的重申啦吼，啊，议员搁提起，我搁再提出来强调，保护人民食品安全，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啦，哦，啊，但是对于讲是唔是要恢复岛地区的食品，到底要不要进口？我是感觉，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之前的管治政府，有一个考虑国人的健康安全，这是我们唯一的重点考量。所以一定是要按照全世界这个食品有问题无？我们一定按照欧盟跟美国先进国家严谨的这个管制标准来进行管制。所以讲这个部分。哦，我的立场足清楚，啊，所以讲一定要保障，我们杜绝任何有辐射污染的食品进口。我阁强调，啊，实际一定要保障国人健康。啊，至于讲要恢复日本遐迄几个，即摆还阁有公听会，啊，还阁有要听所有全国专家学者。国际标准，这拢透过网络直播，让所有的市民参与。啊，我伫遮说明，我们有四个原则：第一，我们福岛县的食品，这足清楚，禁止进口。啊，第二点，原先无被予伊进口的群马、栗木、坎城、千叶，这个四个县市的茶、水。婴儿奶粉、野生水产，这四些赶快，绝对是禁止进口。第三，这四个县市一定要有官方的产品的证明、辐射检测证明、双证件的食品有通过，才有可能。但是，即摆要搁伫公听专家学者。环保食品有足侪无相款的意见，大家都可以表达。另外，美国、日本袂当上市的食品，拢当前高雄、台湾绝对禁止进口。所以讲，阮已经讲甲足清楚。好、哦，谢谢。好、哦，谢谢市长哈。我想最好的，既然百姓那么多疑虑，就不要进口那些核灾的食品就好。你检验设备、人力、啥物拢无搞，百姓嘛就惊吓啦吼。所以我想其他的。差不多地价税飙涨，就六年内不要再调了。这个财政局就成立中央啊，这已经有改善了，就包括工业区已经了。明年的地价税就不要调涨了，最好都真的不要调涨哦。明年的房屋税，我知道房屋税，对，明年的房屋税哈、哦。我想这些
真的跟百姓好好的照顾啊。我想再来地震起的那些资料哦，包括很精准的那这张，这是什么什么？这是第几期？我讲啊，以后这些错误的就不要再犯了啊！那就请副市长就建成计划做一个扼要的说明。请副市长回答。好，谢谢主席，谢谢各位的关心。有关于建成计划，我想从名称上大家就会看得出来，我们并不是叫重建的建，是看见的建，其实就代表它是一个兼具硬体修复跟软体重建的一个工程。那我们很高兴在新政府上台以后，我们能够争取到八年的计划。我们第一期的经费补助的公文已经到来了，所以近期可能就会在议会完成垫付的程序，那也就是正式开始启动。那第一期的建成的计划的重点会放在议员所刚刚所讲的东门到北门段。那我们东门到北门段除了修复以外，以及护城河的通水计划以外，也坦诚跟议员报告，其实包括刚刚议员所讲的北门以及东门的相关问题，涉及到占用啊，以及这个等等妨碍这个古迹的景观的问题，我想我们接下来可能大家要一起携手来处理。那至于议员所刚刚提示的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来办理。谢谢。谢谢周中站议员的质询，休息10分钟。